知道不知道讲什么，讲不要先静音好吗？我知道很多人在网络上都期待我带我的法器上来，对不对？我先认错了，我自己先走偏了，带先。然后你们也跟着歪楼。我印象中大家都是喜欢听我的歌来进场。怎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很需要被收金，见面有木鱼？这是一场很严肃，然后很知性、很知心的一个演唱会，不会有木鱼出现。为什么没有木鱼出现？我想一下这个笑话要怎么讲。为什么木鱼不见了？因为被我吃掉了。为什么被我吃掉了？因为昨天高雄下雨，我的木鱼湿掉了，它变成了木鱼，被我吃掉了。你要捧场，要珍惜。这么冷的笑话，也就最后一次了。漂亮的雪花掉下来，我想说。导演给这个雪花是想应景吗？就是想要讽刺我的歌迷都让场子很冷吗？高雄巨蛋可以放肆的尖叫，跳舞走错场了。这边有一个人一直叫我跳起来，他是不是上礼拜乌托邦没有走的观众啊？一直叫我跳起来，跳起来，哪一首歌适合接吻？赏心悦吗？烂事过。但你们这种程度有办法跳起来吗？可以吗？因为我可是见识过乌托邦2.0的人跳起来的样子。可以是吗？没关系啦，我们做自己就好，真的。